我什么都有耐心，我但是我轻易的，我有些人问很傻的问题，我从来不回答，我从来不回答。为什么？佛家讲什么你知道吗？佛家讲耐心和慈悲，但是你要对无限的慈悲和过度的慈悲，就是祸害，就是业障，是吧？你比如文耀上来了，七哥，你那胡子咋长的？我说胡子是在肉里长的。他说："那为什么鼻子不长啊？"我说："因为鼻子它没长，是吧？那鼻子为啥不长三个孔啊？"我说："因为它就长俩孔。"然后他为什么眼睛不长鼻子下面啊？然后我就问他，他问着问着，他把他自己都问成傻了，不是我傻了。就你把一个懒人，你把一个弱智的人，让他认为他自己弱得很有价值，傻得很有价值，那这就完了。这西瓜哪来的？怎么吃啊？放嘴里。哎呀，我。